你腿怎么了？这又什么时候磕的？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你呀，老是不小心。别的地方还有吗？啊，这种伤啊，需要热敷。我一会儿呢，给你煮个鸡蛋，滚一滚，立马就好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安卓。我叫安卓，咱之前见过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了。哎，来都来了，干嘛走啊？这，你现在走了更尴尬，不是周间胜似朱天。今天是换房日，我给你发信息打电话你都没回，我以为你睡懒觉呢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到你们了。那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回了。中午留下来一起吃饭吧。本来我前两天就要介绍你们认识的。我真有事儿。那好吧，再见。